动力系统、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竟然因为小事大吵架。生活小事，每个人在意的程度差很多，不重要的事就记不得啊，不然要怎样？想抗议，竟然就变成吵架，怎么办？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大家是怎么挤牙膏的？豪爽的从中间用力握住挤，或精准挤压前端，只挤出刚刚好的量。当你睡过头、快迟到、刷牙洗脸要赶时间，看到八分满的牙膏，前端却被净空，挤不出来，想跟前一个人抗议，竟然就变成吵架，怎么办？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先用连线147-258-369归类自己的动力系统，例如4号人是147组，6号人是369组，简单吧。要怎么避免喵喵大师节目最后会说，这可以为你的安稳小日子带来明确的改变哦。先来说最自由的一组同学，根本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挤牙膏的，因为还很想睡，能闭着眼睛刷牙最好，完全不想睁开眼睛，哪会知道牙膏发生什么事了？直到漱口时，觉得怎么没有泡泡，才会发现啊哈哈哈哈，自己好像没有用到牙膏，到底是盖子没打开，还是只挤出空气，不知道，干脆往下一个步骤前进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在意这种小事导致迟到才不划算吧。如果你是灵感组的369号人，或是有369任意数有两个以上时，就会觉得今天的自己好搞笑哦。身为369的灵感组，会觉得这种突发的事件太珍贵了，生活就是要这样才好玩有趣啊。如果自己真的迟到了，惹人生气了，就把它当作今天的笑话送给对方吧。何况根本不记得自己怎么挤牙膏的，因为昨晚就是边看手机边刷牙的，乱挤牙膏的人说不定是自己呀。自己害到自己，哪有什么好说的？对369的人来说，生自己的气也太瞎了。但这么随性，可能会让家人室友生气的哦。369的人该怎么办？喵喵大师最后会说。再来是习惯很明确的一组同学，要是发现牙膏挤不出来，睡意会消失，人会当场醒过来，先想办法挤出要用的牙膏，盖上盖子后顺手整理牙膏的分布状态，开始刷牙后会忍不住回想，昨天是谁最晚睡，今天谁最早起呢？或看看谁的牙刷已经用过了，一边思考一边刷牙洗脸。如果你是高手组的147号人，或是有147任意数有两个以上时，你就是忍不住想要破案的人。身为147的高手组，高手的反应当然和大家都不一样，要是发现可能人选不止一个，就要找机会确认，不能误会无辜的人，确定是谁乱挤牙膏后，会找机会口头提醒。以为事情从此落幕了吗？不，习惯这种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呀。第一次通常可以好好说，第二次勉强还可以好好说，第三次真的就会在生气的边缘了。讲这么多次都是白讲，是不是很夸张？147的人该怎么办？喵喵大师最后会说。接下来是希望大家能互相的一组同学，当发现牙膏挤不出来时，会觉得啊怎么这样，然后会想说没关系啦，随手之劳，默默调整牙膏分布到方便的程度，再挤出要用的牙膏开始刷牙。当自己觉得可以时，大概就能确定下一个人挤牙膏时也会很顺畅，光是这样做就会觉得很开心。如果你是贴心组的258号人，或是有258任意数有两个以上时，就会做这种暖心的事，觉得只是顺手而已。身为258的贴心组，是乐于为身边的人多做一点事的，而且相信自己的用心会被看见，所以很愿意持续低调的付出。对于善行没被看见还可以接受，要是阴错阳差的被误会是肇事者，就会非常非常的伤心难过，到所有人傻眼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程度。因为难过的规模和事件的大小完全不成正比，反而让所有人搞不懂发生什么事了，甚至觉得这是在演哪一出。258的人该怎么办？现在来说咯。
先来整理大家解读小事的差异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369的人可以参考双子、处女、射手，不重要的事就记不得啊，不然要怎样？147的人就参考牡羊、巨蟹、天平，被别人的坏习惯拖累，很瞎耶，处理一下啦。258的人请参考金牛、狮子、天蝎，付出这么多还被误会，大家的眼睛是装饰品吗？是的，生活小事每个人在意的程度差很多，用生命灵数的动力系统归类，对号入座就变好懂了。恭喜各位发现大家对生活琐事的看法，就能理解彼此根本上的差异再去处理了。如果发现沟通无效，请试着这样做，要是家人室友是回到家就彻底放空的人，代表他其实很放松，才会变软烂的小孩状态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把对方当作幼稚园小孩，重新建立生活习惯，划分出清楚明确的界限，发现新问题就再调整一次界限。毕竟生活是琐碎小事的大集合，只要不是自己独居，就会有需要磨合的习惯。每个人都练习为自己负责，让影响范围控制，是不是世界又恢复和平了呢？也可以问同动力系统成员有什么好方法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舒适的哦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